哇，真好玩！我们把书打开吧。你就算了吧，雪人先生。好啊，我先看一眼。怎么会这样？哦，你是怎么上去的？嘿，我最好的新朋友。
水吗？我的鼻子。我最爱我的鼻子了。又滴水了，保佑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米奇，没时间了，这雪人要融化了。融化？别着急，高飞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哦，但愿如此。让雪人断成两半，我满世界追着他跑，这种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。
受到了夏天。我一定很想念你的朋友吧？但是现在我多了两个新朋友，就算您挂了也值得。哦，谢谢你，薛宝，我的心都要化了。薛宝，原来你在这儿，我们到处找你呢。阿拉阿拉，这两个是我新认识的老朋友，去感受了一回夏天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。非常感谢你们带雪宝回家，我们都很想念他。哦，雪宝，你的鼻子落掉了吗？最开心的一天，哈哈，说得好，其实。